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讲上，先讲上一次那个进退存亡那首，他说行，好，那个他说行，上次只有因为快要下课就没有详细的讲。这首虽然很短，但是呢要讲比较多，好，因为有太多相关的东西，但是是很好的一首词，非常的有创新的意思。如果你们读完以后，我想也会有同感，如果没有同感就是我传达的不好。那他，你看他的下面的题目叫做傅稼轩集京剧，这六个字其实就要讲一些背景。稼轩是他的号，可是呢也是他在这个带湖的房子，他带湖的那一片的房屋他都称作稼轩，然后也就变成他的号，所以从此以后辛弃疾他那个弃疾的本名大家都比较不练，大家都练稼轩，但弃疾这两个声音练起来，弃疾两个人两个字都是去声入声嘛，所以练起来发音不容易，所以大家都叫他稼轩稼轩。所以稼轩这个你们要参考，你们要详细的看的话可以看那个洪迈的稼轩记，就是跟辛弃疾同时的人，就是在那个辛稼轩的那个参考资料那一本里面就有洪迈的，他有那个稼轩记，就是写辛弃疾的这一片带湖的房屋是怎么建起来的，然后也写到辛弃疾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叫稼轩，他的心情。那我就把里面稍微摘取一下告诉你们，你们要看详细的你们可以去查洪迈，这个洪迈是南宋的人，跟稼轩是差不多同时的人，他所写的一个书叫稼轩记，不厚啦，薄薄的啦。他说呢，这个稼轩这个带湖的这个房子这一片的别墅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在上饶县的城外北边，就是信州，就是上江西的上饶，我们已经写过了，江西上饶县城的北方，出城差不多一里多，有一大片的空地，这就是辛弃疾很有眼光，他就看到了，他那时候的土地，尤其是不是开发好的土地，跟我们现在土地的价钱完全不一样，相当的便宜，而且宋朝人的官的薪水相当的高，跟明朝不一样。我不是以前就说过吗？这是学者考据，所以明朝贪官特别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明朝的薪水真的很低，你如果真的靠那个薪水真的活起来很苦很苦，所以大家的那宋朝的薪水相当的高，那宋朝那个时候呢，土地也不贵，尤其不是良田那些的，是荒地的话，所以他就买了一大片的地。为什么他要买这块地呢？因为他看到那块地的那个有一条非常漂亮的水，就是湖水，而且像那个宝带，他说他衣服上的宝带的一条非常澄清的湖水，所以他就叫他带湖，这个带湖也是他取的名字。而且那边有山，下面是带湖，然后四面一大片的平地，所以他就买下来，买下来以后就一直在经营。他把房子建在比较高的地方，可以俯视那个下面，那下面这些平地他就开辟成稻田，因为有水嘛，开辟成稻田和菜园，就种稻种，所以他自己可以自耕自食啊，而且吃不完还可以卖啊，对不对？他很会经营啊，所以他那个山上有庭云堂啊，什么都是在山上面，所以这是他非常的辛苦这样的经营，可是经营了好几年。他的房子一共盖了多少间呢？各位，绝对不是陶渊明他们这些穷人，他有100多间的房子，所以你就知道是很大，比那个王维的辋川别墅绝对不差，所以稼轩不是穷人，你要明白，很多文人都很穷啦，可是我觉得稼轩他很会经营，他很会投资，他有眼光，他看到了这片土地并不是买了人家现成修好的，对不对？像那个什么宋之问的别墅这样一直传下来，传到王维，辋川别墅是有人经营的啊，对不对？他是买现成的，但是稼轩不是，所以他为什么叫稼轩呢？他就是预备要在这里耕田了啦，他是觉得人生在勤啦，要有勤劳才能活，对不对？以犁田为主，
农耕之事才是根本，所以他给他这个这片房屋，他就叫稼轩，他也把这个当作自己的号，是这样子的。但是稼轩心中的矛盾冲突一直都存在，如果都没有存在，都这么平静的话，他根本不会创作。可是你看他的这个全集里面，反正带壶和瓢泉这个隐居的时候写作的作品最多，所以心中其实哈并不是那么平静的。所以洪迈对这点他也点出来，他说像那个周公瑾、谢安石的这样子的工业，周公瑾、谢安石、周瑜和谢安，他们的工业是什么？就是打败北方的敌人嘛，北方来的敌人，对不对？周瑜是打败了曹操。对，西安他们是打败了北方来的胡人啊，对不对？所以、哦、他说像这些人的功业，辛弃疾他都称辛弃疾，因为同时的人他很尊敬他，他都称他侯。侯是应该没有这话的、哦、因为他官位已经很高了嘛，所以就称他侯，侯爷是这样侯。他说新侯啊，他都优为之，你如果给他机会，他绝对不会输给这两个人，他可以打败金人的。但是呢没有机会，他没有办法达成他这样的心愿，所以他就放浪于林泉，然后就想要归根。可是呢这实在是太可惜了，稼轩不应该是这样，他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子说的啦。所以从这边就可以知道他这个赋稼轩，就所以这个应该是在这个带壶之事的比较早期，他这个稼轩这个房子这一大片的田地都营建的差不多了，他就来写一首词赋稼轩。然后呢他采取了一个很冒险的方法，就是集那个金句，全部集金。古时候的集句常常是集诗句，集什么人的诗，集什么人的诗，或者比较广泛的集唐诗的句子合成一首词啊，或者合成一个另外一首诗啊，这样子。但是他集金句，那么金的话范围就线索的比较多，比较变得很小了。而且金跟那个纯文学的作品有时候整个文气什么的很难合嘛，你们去试作看看就知道，这是一个游戏的文字啦，文字的游戏啦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把金句集成一首词，这是在稼轩之前从来没有人做过的。那么金呢，我们以前说四书五经，但是宋朝金已经变成十三经，所以我们现在不是有十三经注疏吗？不，我必须承认我经是很差劲的，我是很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儒家，然后我只是很偏好的读了我自己喜欢的一些，所以我实在不敢乱讲了。那我们中文系很多是专家，经学的专家，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些都是最肤浅的，就是告诉你们十三经。十三经大家知道吗？好，就是那是宋朝把它变的嘛，它本来是诗书易礼乐春秋，可是那个乐经早就散佚了，就不见了，所以就没有乐经，他们就把孝经补上去，因为那个以孝治天下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礼呢，诗书易礼的礼呢，就分成周礼、仪礼、礼记，就分成三个。然后春秋因为是圣人的东西，所以他们不敢直接看春秋，就把春秋看成那个注的，就是左传、公羊、谷梁。不过实际上因为春秋光看春秋经文是看不懂的，完全没有意思，对不对？所以王安石骂说春秋是什么？是断烂朝报，就是朝政的那个片段的报告，新闻集要啦，就是当时的那样子的，根本看不懂。如果没有传，春秋根本看不懂，所以就春秋就变三传，对不对？礼就分成三部，然后再加上孝经，然后他们再加上论语，因为论语他们觉得是了解儒家思想非常重要的，孔子跟弟子的对话，然后再加上尔雅，尔雅是自书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再把雅圣、孟子的加进去，所以就然后其他的诗经啊、尚书啊、那个什么诗书易经，最重要的易经，这个三本是保存的原来的，所以一共合起来是十三经。所以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就可以知道那稼轩这边完全没有译出经的范围，它里面引用最多的是论语，然后呢有诗经、有易经、有礼记，全部是在十三经，宋朝的十三经的范围之内，所以他连史记这些都没有引，史记他很熟的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引。那四作新语那些更不用说了，那个不算。所以他就是说是集经的句子合成了这首词。那
把那些拼拼凑凑合成一个词并不难呢、啊，可是要完整的、非常天衣无缝的表达你想要表达的意思，这才困难。抄书有什么难？大家都会抄嘛。但是抄的好跟抄的坏哈，所以人家不是开玩笑嘛，说《论语》不说论文哦，如果你只抄一个人的，你就被人家检举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抄20个人的，人家就觉得你非常引用非常的丰富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就抄，而且你都要注明出处，你就抄抄的好嘛，啊，然后你把这些好稍微再加一点自己的意思跟他对话，不就是一篇很好的论文了吗？但是你如果只抄人家一个人的论文，你就完蛋了，对不对？10年以后要做官的时候被人家检举都不行，对不对？所以哈，你就知道这种哈，你把人家的东西拿来拼贴拼凑，变成一篇创作，这个其实是高难度的啦。因为你究竟要表达你自己什么意思，你有没有表达充分的表达？那他充分的表达了，表达的非常的好哈。为什么会说好呢？这不是我一个人说的，因为清朝有一个学者就是很好玩的人，他做古今词话，他里面有一章专门评那些集句的诗、集句的词，就是不是自己写的，全部用古人的诗啊、词啊来拼成的。他特别有一章就谈集句的，那他特别推荐《稼轩》这首词，给他提出了6点特点。好，等一下我讲完以后再告诉你们。好，所以我觉得这首词那他真正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他跟好像跟孔子在对话。孔子不是无论如何都不甘心隐，对不对？就是没有人用他，可是他凄凄惶惶奔走列国，对不对？只求备用，他就是希望要备用嘛，备用以后才可以治国平天下，修齐治平嘛，对不对？修身齐家的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，所以他凄凄惶惶的各个国家一直去游走。对，那孔子是这样子的一个人，但是呢，孔子很看不起那个说想要隐居的人，所以这边他引用了孔子骂那个樊迟的，有没有？其实樊迟他的名字是樊须啦，他的号叫做子迟，所以可是有人就称作樊迟、樊须、樊迟都是他，樊子迟是他的号，樊须。他不是来请问孔子说如何来做农夫呢？孔子说：“吾不如老农，对不对？”他又说：“那要怎么样种菜呢？”那孔子说：“吾不如老圃，这不是很有名的吗？吾不如老农，吾不如老圃，对不对？我不如你问种田的事，我没有老农夫那么好。那你问种菜的事，我比不上种菜的老农。哦，可是呢，下面这句话，大家这两句话大家都常常用嘛，好像孔子很谦虚的样子，说：‘哎，我不是啊，我懂，我很多事情我不懂。’其实才不是呢。后面等到那个樊迟出去了。”孔子就跟他旁边的学生说：“小人在樊须也，樊须这个家伙是小人，没有大志啊，一天到晚只想种田啊，这样种菜啦，这样你看看。”所以我觉得这个哈，如果你看全文，孔子这个真的是很看不起种田的人，所以不是说他尊重种田的老农夫的经验，所以这种哈知识分子就是嘛，就是劳心者、劳力者，儒家到今天为止，社会上有没有这种无形的阶级呢？当然有。对不对？农夫那些都是很可怜的，还要抢水啊！现在对不对？所以问题真的从古到今呢、啊，所以孔子其实是有知识分子的优越感。反正我真的觉得孔子绝对不是说是众生平等的，那个众生平等是墨家，在那个时代是春秋的时候是墨家，墨子才是这样。那如果是宗教来说，是佛家才是这样。儒家是绝对有阶级的。所以他在这边说吾不如老农，吾不如老，可是呢？他等到他走出，他就说是小人在樊须，他没有大志嘛，对。可是稼轩就是用这个，他前面上片就是说，我现在决心要做一个农夫，我决心要开始要好好的种田了。然后他引用2句《诗经》，把这个隐居种田的生活写得非常的美。用2句《诗经》哦，一句是用《诗经》的原意，一句是把那个《诗经》哦变了来用。非常的好，所以他开头呢，就是说他内心不是没有挣扎的，进退存亡，行常用舍，这就是儒家的人常常会想到出处进退，对不对？究竟现在总统打电话来，请你又退休了，又再出来重任财政部长，你要不要做啊？对不对？哦，他马上就答应了，你看又跳火坑了。所以从古到今都是讲这个出处进退。真的非常的为难，
你有一个机会给你的时候，你要不要去呢？可是你去了以后，你真的能够实现你的抱负吗？尤其是在稼轩那个时代，真的就是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对不对？所以哈，出处进退、存亡哈，这些用场、行舍的这些哈，都是一个知识分子哈必须要慎重考虑的。你要进还是要退？要做一个隐居的人，还是要做一个仕宦之人？所以他这边说，进退存亡，行藏用舍。这个进退存亡呢，就是用的易经，易经的乾卦，就是抗这个卦。你们看那个什么亢龙有悔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降龙十八掌里面那个亢龙有悔，你知道？你看潜龙勿用，亢龙有悔，什么还有潜龙在渊，飞龙在天，有没有降龙十八掌？其实全部都是易经的那些卦的名字。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。所以你读那个金庸的时候，你把这一段好像你可以跟易经会有配合的地方。所以亢龙有悔嘛，你如果一直进一直进，亢就是一直进一直进不思退的，这种你后来就不行。所以你要随时还要留一点余力啦。可是你如果不留余力，这样当你把全力这样集出去，当然如果敌人死了，你当然就赢了。但是如果你一下没有击败敌人，你可能就没有余力了。所以这个亢的意思呢，在那个乾卦里面说亢就是什么，你看你们的注，它对不对？亢这个就是知进而不知退，知存而不知亡，知得而不知丧，就是只知道进不知道退。你看只知道存而不知道会有亡，只想到生存而没有想到退步，你可能就会死，对不对？那只知道会得而没有知道可能会失，上就是失，所以只考虑一面，没有考虑到后面。这个就是抗这个卦。所以他说只有圣人呢，其为圣人乎？他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，其为圣人乎？再三的感叹，只有圣人啊才能够，最厉害的人，对不对？他们才能够知道这个进退啊、存亡啊，而不失其正道。所以说这个进退存亡这边很明显用的是易经，一开始用的是易经，其实用在就是说他自己也在思考，如果一直进而不思考退，碰得头破血流，你还是想要进，可是主动权又不在你的手里，你要怎么样？所以他现在想要退，对不对？所以行藏用舍，行藏用舍，这个用和舍，舍就提手旁的舍是一样的。行藏用舍就是孔子跟那个颜回的对话吧？孔子跟颜回的对话，对，这是《论语》的述而篇，他没有写是什么篇，是述而篇哈。颜回是孔子最欣赏的学生，孔子三千徒弟只有72个好学生，72个好学生里面只有一个模范生，所以 我每次都跟同学跟我们同事说，他们有时候很感叹学生现在怎么这样啊什么的，我说你想想嘛，孔子他三千学生里面只有72个好学生，那比例很小了，对不对？而72个学生里面还被他骂来骂去，子路这些通通被骂过嘛，对不对？只有颜回的唯一的模范生，你看看3000个人里面只有一个模范生呢，那你看看我们能跟孔子比吗？所以你想想也就可以心平气和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从来不期待学生什么，我从来没有期待你们。所以如果你们表现得很好，我看到考卷我好高兴哦，我觉得非常意外的高兴。所以我一点都不会生这种气啦，因为真的不要苛求啦，因为现在的知识那么广，大家的兴趣又这么多面，对不对？你要让人家来对这个古典的东西，这种毫无实用性的文学有兴趣，真的很不容易了，所以完全不用苛求。所以呢，他只有对这个颜回最称赞。他说颜回什么？他说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只有我和你可以。有人要用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行我们的道，但是如果抛弃我们，我们就好好的藏身，我们绝对不苛求什么。其实孔子没有做到这一点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就说只有你和我可以，你看他把颜回捧得这么高，不过颜回就短命而死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想想看人生，对不对？那常常被骂的那些学生啊什么的，像不是子贡啊子路这些都蛮好的嘛，还赚很多钱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人生很难讲啊。所以他就说进退存亡，行还是藏，用还是舍，
我现在真正的想清楚了，小人请学樊须假，你看这句话多好玩、哦、我这个小人，孔子不是骂樊迟是小人吗？他说我就是承认我是小人，我现在想要学樊须去做耕稼之事，所以这就是稼轩这个名字。你看他副稼轩有没有，你看小人啊，我自己承认我不是君子了，我是小人、哦、请让我学樊须的耕稼之事，犁田的事情，实实在在，其实种田是非常实在的一个工作。不过现在人要有一片土，一块土可以种也不容易啦，所以现在很多流行租一个土地啦，一块小小的，星期六星期天就跑去种菜啊什么的，有没有？都市人就流行，这又变成一种流行这样子、哦、这真的你看你辛辛苦苦种下去，它就会长出来回报你，对不对？你看它土地就不会欺骗你，你下了苦功流了汗、哦、那它就会长出东西来。人生能够这样子的事情有多少？很多你投注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不管是对人对事对物，真的会得到回报吗？常常是没有的、哦、所以土地不会欺骗人、啊、所以耕种其实是很好的一件事。不过现代人真的要有一块土地可以让自己去耕种是很苛求的啦、哦、是一个梦啦，对。所以我既然决心要去做一个耕种的人了，那我当然知道就要抛弃这些官宦的那种什么享受啊，那些生活通通不要，就是会住在那个竹里茅舍之中，对不对？然后每天就做那个养牛养羊啊耕田啊这样子的生活，就是隐居的生活。但是他用两句诗经把它写得非常的美，而且意思都涵盖在里面。一句就是横门之下可栖齿，这是诗经的尘封的横门篇，就你们后面注就是诗经尘封，就是横门这一篇。他说横门之下可以栖齿，密之洋洋可以乐鸡，这是说的什么？说的隐居的，就是世人决心隐居的生活，就是决心隐居就要过一个贫穷的生活，你要把你的那个知识分子的价值就要拉下来。所以横门就是用一根木头架起来，横着架起来，就是一个很简陋的门，绝对不是像人家那种官宦之家，有没有什么金的铜的什么那个锁门环啊，那个门是红漆的黑漆的大门啊，推都推不动啊，还有石狮子啊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好，绝对不是，就是一个横门，就是横木架的门，就是一个很简陋的房子的意思。但是他说即使是一根横木架的简陋的门，这样子的房子也可以栖齿，可以在这里栖息，可以在这里安乐、哦、而且门外有密水，洋洋的水，这样的水很多的这个密水流过去可以乐鸡。所以即使是说肚子饿，可是看看这样子的风景也觉得很快乐。你看看就是安贫乐道啦，安贫乐道说起来容易，真的是不容易做到。看着眼前的河水啊什么的风景，它可以乐极，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隐居的那个，其实一定是世人阶级然后隐居他的那种心情。横门，所以他这边说横门之下可栖齿，完全是把那个句子，他本来是四句，四个字一句两句，他把它变成七个字，横门之下可栖齿，可以栖齿，他把那个乙去掉，横门之下可栖齿，非常自然。然后整个诗的这首诗的意思就是强调隐居也可以快乐，只要是你自愿的，那他就是完全按照这个意思表达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下面呢，日之习以牛羊下，这句更好，你知道，因为这句是诗经里面非常动人的一首诗。这是那个王峰的《君子于义》，这首诗是《君子于义》，这应该也可以算是游子思妇的诗啦，是属于游子思妇这一类的。君子就是他的丈夫，他不知道是去服兵役还是去服劳役，这都可以解释，就是离家了。所以他开头说君子于义不知其期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，何自哉，要回来了吗？然后下面就是日之习以牛羊下来，他白天都在忙忙忙啊，一个农妇他要忙很多，也没有用人，都要自己忙嘛，忙了很多工作，到了黄昏的时候
看到鸡栖鱼食，那个鸡都回到了鸡笼里面去了。其实古时候不是鸡笼了，就是在那个一个小小的土堆那样的，就把鸡都赶进来了。然后牛羊也从山上吃饱了下来了，大家都回家了。所以他这个时候才忙了一天，到这个黄昏的时候特别想念他的丈夫，所以他就说：“君子于义何自哉？你要回来了吗？”他如之何勿失，我怎么能够不想你呢？看到黄昏夕阳要下山了，牛羊都从山上下来了，鸡也都回到鸡窝了，大家都各安其所了，你为什么没有回来呢？这样子。所以是一首写思妇的词，思妇的诗，写得很动人，而且是署名的味道，绝对不是那种写得很漂亮的知识分子的那种闺怨的诗，不是。所以他在这边呢，本来这是一个妇人思念丈夫的诗哦，但他把它放在这里的时候，就跟那个隐居务农的生活就融成一片，有没有？你看，横门之下可栖池，日之徙以牛羊下。我可以想象做农夫的生活，可以养一些牛啊羊，地这么大嘛，对不对？鸡啊鸭啊，小牛小羊什么都可以养，对不对？养了以后，黄昏的时候，他们就从山坡上走下来了。吃饱了回家了，所以这一句描写风景的诗，跟前面那些叙述的啊什么的插在里面哦，特别的显眼，特别的漂亮，而且把那个本来是这样子，它变了意思来用，好，刚好配合。所以整个四句呢，就是说他经过了内心的挣扎选择之后，他觉得做一个农夫也很好，他甘于接受这种。生活水准比较下降，但是精神上自由，对不对？他愿意选择这样子的生活。你说我是小人也好，我就是小人吧，对不对？小人愿意学凡虚家，要学凡虚的家。好，那么下半呢，就在说孔子了。孔子的选择是什么？当然呢，你看起来好像是对立的，就是说他是在好像在批评孔子，但是你如果想深一点。其实稼轩一生努力的都是在希望被用嘛，对不对？因为被用他才能够施展他的才能，他的抱负，因为他所要达成的功业不是说他一个人就可以做到的，如果没有位置没有兵权他就没有办法做到。所以他一直其实想要做的事是儒家的事，这也就是他跟朱熹他们的辩论啊。朱熹他们就是只从道德层面去了解儒家嘛，就是王道就好了。可是呢，他觉得功业很重要，霸道也可以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跟那个朱熹有不合的地方。等一下我们还会读一首词，刚好可以配合这边。所以他表面上都是在批评孔子啊，但是你看他深一层的意思，其实他能够体会孔子的那种心情。不过这个你要仔细去体会，光是读过去的话，你会觉得他是把他跟他的隐居对立起来。好，好，他说：“好，你如果不去隐居，你要去求一个官职，求事嘛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不隐，就是要求事，对不对？那求事的话呢，那看看孔子是怎么样。所以他就从那个。”《论语》啊，这些《礼记》里面找到了资料。你看看这么庞然的书海里面，他选择的这么好。他说孔子呢，倒霉的时候很多啦，对不对？的确嘛，他只做过3个月的鲁国的司寇，然后就一辈子就是在那边，到处跑来跑去，而且常常命运很坏，对不对？被人家赶啊，被人家追啊什么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去卫灵公。朝还师马，东西南北之人雅，长居竭力偶而耕，秋禾为室萋萋长。你看雅长这些是押韵的，他把那个虚词来押韵，刚好都押，而且这两个句子完全没有改，就是原文这样子引用下来，真的很厉害。那个东西南北之人雅，这个是礼记里面，你们看后面的注啦，这个也很好玩啦，就是孔子他去找到那种合葬的事情，就是 好多人、一家人什么的葬在一个地方，现在日本不是都这样吗？对不对？一家人都葬在一个墓穴里面，
这也是节省土地的方法，都是烧成了那个骨灰以后，它是一个家族的墓穴，好，这样就可以放下去，然后那个石头可以移开，然后又死了一个人，就把它又放下去，然后又盖起来，来祭祀的时候这样子，那地面上就不会占很多的土地了。古人呢也有这种合葬的，所以孔子大家就去问这种合葬之礼啊什么的。所以孔子他说什么呢？你看他说：“吾闻之，古者墓而不焚。”说我听说古代就有葬，就是葬了以后没有起那个坟墓。现在美国也是啊，你看美国的墓园不会像我们这样一个一个土馒头没有吗？或者什么水泥馒头，我们都没有，我们都是这样，但他们都是平平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就是地面上有一块石头的大理石的刻的这个人的名字生卒年，对，他整个看，所以墓园很漂亮，感觉上不会说还有人到这里来平吊啦，走来走去啊什么什么的，对不对？不会像我们这边一个一个做坟嘛，那就是墓和坟不一样了，墓就是埋在下面的就是叫做墓，那凸起来的就是坟。那坟当然了，你就要有标志啊，那做一个很大的，然后就有那个碑啊什么什么的。孔子说我知道古人啊都是，所以在孔子之前的古人，那到时候夏商周那些了，他们都是墓没有做坟的。他说可是我呢，因为我是东西南北之人啊，所以呢不可以佛祭也。所以他还是很看重，他希望死了以后有人记得他葬在什么地方。如果只做一个坟，没有只做一个墓，没有做一个坟，凸起来的坟的话，他怕就人家就找不到他的后人，就找不到他埋葬的地方。因为我是一个东西南北乱走的人啊，所以他自己这句话是说，我是一个漂泊的人。如果我死在哪里，埋葬下去以后，我希望有一个标志。要不然没有人知道我葬在，如果你是一辈子都在家乡的，那就没有什么问题嘛，对不对？那所有人都很安顿，大家都知道哪一家什么的他是葬在哪里什么。可是如果你是一个东西南北之人，到处漂泊的人，所以他这个话是这样说的。所以孔子自己说自己是东西南北之人，所以这句话用在这里非常的确切。而且这个东西南北之人，我就马上想到，因为我比较熟的是诗，那个高适有送给那个杜甫的诗，他有说什么隆中环田二千石，愧尔东西南北人，就也是用这句。他说我老太隆中了，还只是做一个两千石薪水的刺史。那时候高适，不过高适已经是中国有名的诗人里面官位最高的了，我觉得其他的都是小的不得了的那种官，对不对？他说可是我隆中还是做一个二千石的官，我惭愧啊，我面对你这个东西南北漂泊的人，我觉得很惭愧。这是他人日，就是正月七号还是八号，七号人日，有没有？就是农历的正月七号，好像是人日嘛，人日题诗祭草堂。那说杜甫看到这首七言律诗还哭起来，好感动什么什么的。所以愧尔东西南北人，东西南北人，你本来觉得这句话很怪，其实它是《礼记》里面孔子自己说自己的。好，所以稼轩把他这边引在这里，非常强有力的反击啊，就是说做耕田的人不好，做官难道好吗？你做得了官吗？还不是东西南北的漂泊，对不对？那还有那个秋禾为氏萋萋者，长居竭力偶而耕。我们先把这两句典故讲了，然后你就整个味道你就会体会出来。长居竭力这个我想很有名啊，这是那个论语里面的微子篇，微子篇都是论语，他用论语很多，就是孔子啊跟子路啊，他们不是周游吗？其实周游列国就是到处去找机会都找不到，一群的学生跟着他就这样走走走，就到了这边他们就不认得路了，不认得路，就刚好看到有两个人，一个叫长居，一个叫竭力。怎么叫这两个名字很怪这两个名字，对不对？好，反正就是两个人在那里耕田，而且偶尔耕，就是一个犁一个人拿这边，一个人两个人一起推犁，合着来推犁，并肩在那边耕田，没有牛的啦，就是两个人人力推着那个犁在这边耕田，并肩在那边耕田。所以呢孔子就叫子路去问一问，问经验，就说那个渡口在哪里，叫他去问。那
结果呢，长居节力跟他的跟子路的对话很有名，所以就可以知道这两个耕田的人绝对不只是耕田的人而已，他们以前一定也是读书人。所以就说你跟随的那个孔子，他不是整天到处漂泊的嘛，他应该很认得路啊，怎么会跟我们问路呢？就开了他一下玩笑，求他一下，对不对？然后才说你跟随这个鄙人之人，不如跟随我们这个鄙视的人。他觉得孔子是鄙人的人，因为孔子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待得下去，没有一个君王要用他，好像到处逃到处，而且有的时候还会被人家追杀，要抓他，他还微服的逃走什么什么的。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前面那个去卫灵公招韩桓师嘛，就是这个故事。所以他就说你跟随他干什么呢？你不如跟随我们，干脆就避世算了，这样子。所以他这边说长居节力，偶尔耕。那孔子啊，你何为丘何为是戚戚者，这个丘何为是戚戚者又是论语的宪问篇，这都是论语里面很有名的 篇章，这是宪问篇。刚刚那个是微子篇，这个是说什么呢？就说微生某这个人，微生名字叫某，这个人他问孔子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质询。他说丘啊，你看对他很不客气，称他的名字，你为什么这样戚戚呢？戚戚就是戚戚惶惶，席不暇软，每天好像都不能安顿的样子，一下跑到东一下跑到西，真是东西南北之人啊，戚戚惶惶不能安定。为什么身体不能安定呢？因为你的心不能安顿嘛，心不能安顿，身体也就到处你不知道在寻求什么。你为什么这个样子？难道你是令者乎？吾乃为令乎？这个令难道你是要讨好人家残令吗？你为了想要得到一个位置，你一直跑来跑去，你真的是预备要做残令之人吗？这样子，那孔子这边也很老实了，他就说非敢为令，我怎么敢去做一个残令之人呢？可是即故也，我觉得这句话好伤心。每次看到这里，我就觉得好像跟孔子比较能够了解他。虽然我其实基本上并不会很喜欢孔子啦，不过他也不在乎我喜不喜欢他，就是他的徒弟有这么多了，对不对？后代还有这么多，他的即故也，没办法，这就是我的本性，我就是有这个病啊，就痼疾一样的，这个毛病已经太深了，我就是太希望能够把自己的才能有一个机会可以发挥，能够让天下都能够安顿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儒家的抱负嘛，这是没办法的，所以我只有这样，我哪里是要去做残令之人呢？是即故也啊，真的好可怜，对不对？富贵如可求，所以执鞭之事无以为之啊，如不可求，从无所好，真的是很凄凉。就是人被生成一个什么样的个性，你真的没有办法。他生成的个性就是说，既然有能力，就要把它发挥出来，为大家来造福，为大家来做事。这就是他的，这就是儒家的嘛，就是修齐治平嘛，诚意正心，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。就是不能一个人独善其身啊，要兼善天下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不是要这样吗？但是呢，没有机会你怎么办？现在就比较好，就多元化的社会，你不是只有一条路，但在古代就只有一条路嘛，你必须要得到君王啊、上司啊那些人的赏识，你才可以有机会，要不然你是平民百姓就什么都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是他说是疾故也，这个痼疾啊，这个病太深了，我没有办法，真的是很凄凉的话，对不对？所以 他引用这个丘何为是戚戚者，你看完全是原文，用在这里。那么去卫灵公招桓师马呢，这个就去卫灵公，这个也是论语的卫灵公篇嘛。卫灵公这个大家最知道，就是他有一个很漂亮的太太，一个夫人，就是兰子夫人，是当时的大美人啊。所以不是有子见兰子吗？孔子见兰子，这个不是还被人家后代人说，因为兰子是兰子夫人啊，是卫灵公的妻正妻，所以称作夫人，君夫人。卫灵公是当时的大美人。那么实际的孔子世家里面是说呢，那个
他本来去游说 孔子去游说卫灵公嘛，因为鲁国和魏国是兄弟之邦啦，从鲁国到魏国很近嘛，鲁国他离开鲁国啦，就到了魏国，那就见了卫灵公哈。可是呢，卫灵公就请他出去，大家巡游啊什么的。结果呢，说他就卫灵公就跟兰子夫人坐同一辆车，然后让后面那辆车让孔子坐，孔子就非常的生气就走了。你们觉得这样子好吗？你要去求人家给你一个位置，人家夫妇坐一辆车子，像我们现在看来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如果他丈夫不等太太，太太还会说奇怪哎、欸、哈，对不对？对哈，就是嘛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不过那是现代的人了，古代的人哈，就是说那个君王的车子只有君王可以坐，好，让那个夫人去跟他同坐都是不合理的，即使是正妻，那如果是妃子那些更不可以。就是，所以那个车子是只有就按照礼仪来说，当时只有君王可以坐那个车子，那个脸，所以他居然把兰子夫人也带上那个车子，孔子就觉得他无礼，就走了，就离开了，就去卫灵公。不过呢，这是孔子世家写的，孔子世家是《史记》，是历史，他引的是京剧，所以这个不能用这个典故。那么他还离开卫灵公呢，在那个《论语》里面是说，卫灵公啊见到孔子以后，就请问他那个。打仗的事情，阵法就是作战的阵法之事。就孔子就说，如果你要问我礼仪的事情，居斗之事，就是怎么样祭祀的事情，那是我所擅长的。你要问我打仗的事，那不是我所擅长的。然后一生气就走掉了。难怪他周游列国都没办法，对不对？好，他就是好，他就是要坚持他的原则，可是又想要求一个官，这真的是太矛盾了。好，所以他离开卫灵公，究竟是因为兰子夫人，还是因为这个卫灵公问他的问题不对？好，我们就不知道。反正你看，你求官又怎么样？你看到处不和嘛，卫灵公不要你就离开了，结果离开以后，因为他把鲁国魏国的君王都得罪了，所以呢大家就通报了，大概那个宋国也是他们附近的，对，宋国就这个招这个桓师马，这个桓师马的名字叫桓颓，就是宋国的师马，这个名字很怪哦，这个叫练作颓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红色的大熊，赤熊叫做颓，所以这个是宋司马，司马是掌军权的官，所以他有兵权，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就知道孔子要经过宋国，就要派人去抓孔子，所以孔子赶快换衣服啊，变成平民老百姓的，完全不像读书人样的，这样偷偷的微服的穿过宋国，是孔子很倒霉的时候，这样的，所以他这边就把这两个孔子很不得意的事情都提出来，求官又怎么样？你看看孔子去卫灵公，又遇到桓师马，差点被抓起来，对不对？东西南北之人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为了要做求官，到处走奔波，东西南北之人，对。那长居竭力，两个人并肩耕田，有什么不好呢？所以啊，秋啊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凄凄惶惶的奔波呢？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一个人呢？不能安顿的，身心都不能安顿的人呢？你看多好，你看这整个都不是他的话，他全部集的都是金句哦，全部把它放在，而且他稼轩要表达的意思全部都表达得很清楚，而且很强有力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你们自己仔细体会看看，如果让你们这样写，用这么简短的话把你的意思表达清楚，而且都是引用的，所以如果班亚明知道这个稼轩的话，一定会引为知己，因为班亚明就是很想用一个写一篇文章全部用 quote 的东西，可是他没有写成就死了。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真的，你要把书都读得真的是融会贯通，然后就信手拈来，就可以拼成很好的文章。但如果你临时去 Google 去查啊什么的，没办法。即使你打关键字去查，你也拼不出来，我保证的，因为那个都是别人的东西，你没有消化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讲完以后，我们再来看，就是这个清朝的这个沈雄写了《古今词话》，这是清朝的人，他谈那个集句篇，就专门谈集句的词，
因为到清朝了，那个词已经很多很多了嘛，对，所以有人呢就喜欢把古人的词，好，这首那首，然后拼成他自己的，所以有集句词，所以他专门评论这个集句词。那他非常推荐稼轩这首，他提出他的优点是什么？不用写了，你们听一听，参考一下就好了。好，他说东西南北之人也，跟那个长居竭力偶尔跟这两句本来就是七个字的，完全没有任何的删减，就直接搬进来，搬得这么样的恰到好处，这是第一个优点。第二个优点，横门之下可以栖池，对，那还有日之习以牛羊下来，这个是四言，合起来是八个字，它各删掉一个字就变成七字句的。那么秋何为是七七者，那秋何为是七七者余，它本来是有一个最后都有一个语词嘛，那把那个语词删掉以后也就变成一个七个字的句子，都是自然天成，你一点都不觉得它是怎么样加工的，非常的信手拈来就成佳句。然后第三个特点呢，横门之下可以栖池，这个是用原作的本意，就是强调隐居的乐趣。隐居它有物质条件的扣分啦，对不对？比较辛苦，可是呢有精神上的快乐。横门之下可以栖池，蜜之洋洋可以乐极，它就是用它原来的意思。但是日之习以牛羊下来，它的原作是思妇之词，但他把他这边呢就变了他的意思，就变成是说也是隐居的快乐，对不对？所以完全两句都是用诗经，一句是用他的原意，一句又变出新意，有因有变，他没有完全都是按照诗经的原意，有的是诗经的原意，有的时候他就自己变了。那还有呢第四个优点，东西南北之人雅，他这个雅的话练成是雅的音，跟秋和为是七七咋，这个雅和咋全部都押韵的，是虚字，两个都是虚字，也和者，可是两个刚好就谐韵，你看非常的自然，两个助词反而都押韵。第五个呢优点就是通篇都是叙事的议论的，可是日之习以牛羊下这一句是景语，是写风景的，结果在整篇里面呢，就显得万绿丛中一点红，动人春色不须多，这一句景语就非常漂亮，很抢眼，全篇都是叙事和议论的，只有这一句写风景的，唱在里面就很抢眼很漂亮，你就想到一片山坡啊，牛羊吃饱了在黄昏的夕阳光中慢慢走下来，回到他们的窝里，回到他们的家里，这样子的一种感觉，很一种很宁静很温馨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有它的归宿之处，你会想很多，对不对？这个画面很美，就好像那个石碎的画面，有没有听到钟声那些，他就静静的站在那里，那张很有名的画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还有 第六个优点呢，说全篇都是陈述句，可是最后以问句来结束，秋何为是七七者，秋啊你为什么永远这么不能安顿呢，这么凄凄惶惶呢，所以会让你觉得余音寥寥余韵悠然。好，所以他取出他六个优点，所以这首词，所以他把五经融铸的这么好，好像五色的直景，五音抑扬顿挫，什么什么后面都是捧的话，他觉得这首词集句词里面的非常精彩的作品。好，所以这首词我觉得真的稼轩是做了一个新的尝试，可是这个尝试很成功，有的时候新的尝试会失败，这个叫做出奇自败，对不对？不是有出奇自胜吗？但出奇自败的也很多，尤其是那种服装和那个头发，对不对？很多人想要出奇自胜，结果就败了，对。所以他这个是以前没有人用经来集句来做成词的，因为经和词真的是位阶是天上地下了。经的话，大家都要焚香来读经啊，对不对？可是词的话，好像都是游戏文章，都歌儿舞女这样唱的。但是稼轩打破了这个界限，他用经句集了一首词，而且他充分表达了他的意思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讲另外一首跟这个有点相关的，
就是往后面翻一点，也是在这个带湖之势的，叫水龙吟，第一句是渡江天马蓝来。这首为什么要讲呢？因为我们上次不是讲到朱熹死了，他写一个悼词吗？然后讲到朱熹跟他之间，他们是有相同的地方，但是也有跟朱熹意见不是那么合的地方。那我就说到稼轩他是功名之士啦，他始终觉得儒家不是说只是道德文章而已，还是要建功立业，所以他在这边很明显的把这个主观的意见表达得很清楚。而他送这首词给谁呢？他这边写的是给那个韩南健。韩南健是谁？他的本名叫韩元吉，他的号叫无咎。无咎真的很不好，看起来好像无咎了，对不对？虽然是好。然后呢，他因为他隐居到这边，他那个房子的前面有那个涧水，所以他就又取一个号叫蓝涧。他也是隐居到那个江西上饶这边来，才跟稼轩认识的，因为稼轩隐居在这里。可是这个人呢，他比稼轩大很多。稼轩写这首词的时候是44岁，但是按照传统的算法就说他45岁。可是韩元吉这个时候是67岁，可能就66就算67，所以他比他大了20几岁。好，所以是这个韩元吉哦，是稼轩的应该说是忘年之交啦。可是韩元吉这个人呢，他为什么会稼轩自从跟他在这个地方隐居的地方他们认识了以后，稼轩就常常跟他有来往，一方面很佩服他的文章，因为这个韩元吉跟他的哥哥韩元龙，他们他哥哥也是在朝廷里面做到龙图阁大学士的，他们韩家这两个兄弟被人家比什么陆基陆云啊，就好像就是很文章都写得很好，韩元吉的文章他自己出文集啊什么，当时的人都觉得很棒。而且他是做到吏部尚书，他哥哥做到龙图阁大学士，他做到吏部尚书然后才退休的。但是退休当然也不是他心甘情愿啊，也是跟朝廷里面不和。可是他跟稼轩都是觉得抗金啊，那要去北伐啊，这些他们的意见都很相合，而且都不主张说鲁莽的进军，这些大概都是稼轩跟他非常谈得来的地方。所以他这边前后有好几首词都是送给韩兰健的，而且常常是他生日的时候。为什么呢？后来学者考据是说，因为稼轩的生日跟他只差一天，不知道是前一天还是后一天，你懂吗？所以韩元吉的生日其实就是稼轩的生日，所以他就每次送一首寿词给这个韩元吉，好像也就是庆祝，他就想到提醒他的生日也到了，这样子。所以那韩元吉也有送词给稼轩呐，那所以这个是他的背景。你看他说甲辰岁，甲辰岁呢就是淳熙十一年，孝宗淳熙十一年，西元1184年。我们后面的注有就是淳熙十一年，可是这个韩元吉再过3年就死了，就是刚刚70岁就死了，淳熙14年就死了。所以他刚刚给他祝70岁生日的寿词，然后不久他就过世了，所以人生是很无常的啦，对不对？所以当然这个时候他才67岁，还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啦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韩兰健的就尚书，他是吏部尚书，他的生日在甲辰这一年，所以他就写了这个水龙吟给他祝寿。可是呢跟一般的祝寿词完全不一样。你如果要参考一首非常俗气的祝寿词，你可以翻到我的这边是298页，这边浣溪沙，这个不晓得是，你们看一下，那就是到了瓢泉之势。好，你们可以先翻到那个瓢泉之势的那个浣溪沙，他写一首祝寿的词给他的太太，因为稼轩写给太太的很少很少很少，那东坡也很少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这些宋朝的这些大官这些文人或什么的，妻子是什么？是伦理的关系，就是一个伦理必须要有的一个
人，对不对？那真的说是爱情啊、感情啊，什么两个人是知己啊，绝对谈不到。我真的觉得东坡还好一点，稼轩对他的太太，我真的不知道是，好，你看他写给他太太的祝寿词，你们找到浣溪沙哈，就是在瓢泉之事，他第一句叫“寿酒同斟喜有余”，二四七页，浣溪沙寿泪子，泪子就是他妻子啦，你看是多么俗气的一首词。好，然后跟他写给这个韩兰剑的比起来，你就知道，哦，他不是没有写好词的功力，而是对于太太这种，可能觉得太太也看不懂吧，如果有什么很深的，对不对？太太可能顶多识字嘛，古时候文人，但是他们妻子常常就是识字，能够识字就是大家了，哦，那会懂得那种文学的那些东西，常常是青楼的名妓才懂，对不对？所以良家妇女 最主要的就是把家管好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根本不会，所以他写的给他太太的《寿泪子》，你看看这首词吧：“寿酒同斟喜有余，朱颜却对白脂虚。两人白睡恰成处，婚嫁胜天儿女拜。平安平差外家书，年年堂上寿星图。”这首词你能说好吗？很白话啦，就是说他太太一定看得懂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看寿酒同斟，因为古人就说丈夫过生日，太太也一起在上面被那个拜寿，太太过生日丈夫也一起嘛，就夫妻都是双寿这样子，所以寿酒同斟喜有余，很高兴。朱颜却对白脂虚，你还是红颜啦，那我已经白胡子了，哦，那两个人呢，啊，我们两个人的加起来哦，大概100岁刚刚好，乘除就乘除加减，就是台湾话说加减差不多啦。对，两个人的年纪加减起来刚好100岁，所以他们学者考据就是说，稼轩大概55岁，太太可能45岁，太太可能比他小10岁，而且这个太太可能是他第二任或第三任的妻子，他娶过3个太太，前面两个都死掉这样。所以你看，他说两个人的岁数啊，加起来大概已经有100岁了。然后说婚后面这两句要对偶的嘛，婚嫁胜天儿女拜，小孩都婚嫁啦，结婚啦，嫁掉啦，现在啊祝寿的时候就是多了一些小孩来拜拜，就是带着女婿啊，带着这个什么媳妇啊，然后带着孙儿孙女，所以啊现在就男婚女嫁之后就有很多人来拜寿了，就带了很多的小孩来拜寿，然后平安平差外家书。那你呢？我知道你每次就很高兴的猜那个什么你娘家来的报平安的信，就很高兴，好，年年堂上寿星图，希望每一年啊，哦，你生日的时候我们都挂一个寿星图，哦，就是说每一年都给你庆祝生日，你说好吗？这首词也不坏啦， 但是算是好吗？稼轩写出这种词，对不对？他就是会，他所以他跟他太太你觉得感情会很深吗？你看李商隐的诗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方心知他日好，锦瑟傍珠帘，就想到他太太谈锦瑟的啊，什么从来不会谈什么儿女的。稼轩呢，哦，不，李商隐谈到太太的诗里面都没有谈到儿女，是太太死了以后才想到小孩怎么样啊什么的，才会提到儿女。要不然他永远不会想到，他只有想到他妻子，而且想到妻子的时候都没有家常琐事。柴米油盐全部都没有，都是在弹琴啊，都是什么的，所以两个人对妻子的感情，哦，是完全不一样。李商隐是把太太当作情人，那辛弃疾、苏东坡都把太太当作一个伦理的身份，就是身边必须有的一个夫人这样子。那元稹这其实也是这样，你看元稹的《悼亡诗》就知道都是这样，所以这种人是大多数了，所以李商隐是特别的。所以我就看这些，我就而且辛弃疾还有那么多的妾，还有那么多的人家还一直送他女人啊什么，那些都在他的那个拾遗啊补遗的那个里面，有些很差很黄色的我就不讲了。对啊，好，所以稼轩在这一块里面真的，所以他写爱情的词真的不多。我本来想说多挑几首我们来读一读，实在是挑不出来什么好的，
我还会有一两首啦，也许有机会再讲给你们听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再翻回来看这首很好的祝寿词。这首很好的祝寿词是写给朋友的，不是写给妻子的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水龙吟。他每一年就是几乎就是说，自从韩兰健退休来到江西上饶以后，他们认识以后，他每一年都给他写一首词，所以在这边可以找到的大概就有五首，就有五首寿词。那这个里面当然呢也是有很多的典故，而且他主要不是在祝寿，他是借祝寿发挥很多的感慨。但是他要发感慨的时候，的确如果你直接的说出来，一定会犯了当道的忌讳。在当时虽然没有文字狱这种事，不是像清朝那样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他得罪的人也已经够多了，就不需要再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比较含蓄，他用了非常确切的典故，用典非常的精准。夏轩的用典真的是没有话讲，这个就是说你必须也读了很多书，你才能够知道他的高明，他的好处。要不然我不是说吗，就是俏眉眼做给瞎子看嘛，他就白白的用了这样子这么精准的典故，可是你看不出来好处。他这边用的好几个典故全部都是晋朝的典故，东晋蓝渡的典故。因为在稼轩之前的朝代被异族赶到逃到江南来偏安的就只有东晋，然后就是南宋。当然了，紧跟着元朝还把他们全亡掉了，不过稼轩没有看到就是了。对，稼轩死了之后70年，南宋亡于元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还没有，所以南宋也是南渡，东晋也是南渡，都是亡于异族啦，被赶到南边来偏安这样，然后称臣纳贡啊什么什么的。对，那东晋的他们也曾经想要北伐，那东晋那个北伐的名将一个就是桓温，桓温是真的打到了那个，他渡过江，已经打到了那个长安的那个坝上坝水的那边，桓温曾经打到这样子，那南宋还没有到这样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在这边就用了桓温的典故，用长安父老是一个，兴亭风景是一个，宜普诸人神州城路也是一个，所以他一共用了三个。然后开头的是渡江天马蓝来，那个又用的是东晋的第一个皇帝，就是东晋元帝，就是司马睿，因为他们都是司马家，所以渡江天马用这个。那个时候的童谣啦，说是什么五马渡涪江，一马化为龙，就是晋元帝跟着他的四个兄弟啦，一共五个人逃出来，其他都被杀了，都被俘虏，都杀掉。五个王 逃到江南来，其中一马化为龙，那就是司马睿就继承了王位。不过呢，没有多久就死掉。他的在位的时间是317到322，所以很短嘛。你看，大概几年的功夫，所以就后来就是晋明帝了嘛。晋元帝后来就晋明帝，所以这个是东晋。所以渡江天马蓝来，你看一开始就是渡江的天马到南方来，可是下面呢，几人曾是真是金轮手，这句话就问得很好，也骂得很好。这些渡江的天马好像都是皇室的什么什么，可是其中有真正有几个人能够有巾帼纬国的才干呢？真的可以治理国家大事，承担重任呢？几人真是金轮手，这是在说东晋吗？当然是在说南宋，你懂吗？他全篇都是借东晋说南宋。好，所以这样子就很聪明，你要直接说他，我没有说，我用的是典故，对不对？但是会看的人就看出来。然后那个长安父老、兴亭风景跟宜普诸人，那我把这几个典故一起讲完，然后我们再来看整首词，你就更能够体会。那你们可以一方面参考后面的，我再补充一些。长安父老这个就是晋书的桓温传，你们的注里面有写了，他曾经北伐嘛，桓温他一直打到过了江，打到北边去，然后呢那个北边的那个福氏的政权福建，他们就被这个桓温的兵
逼到就是5000人固守，所以呢，长安的父老哦，就赶快出城哦，就好高兴哦，单食胡浆以迎王师的样子啦。就是说，我们没有想到，我们都是老人了，我们没有想到，在我们有生之年哦，还能再看到官军，因为被异族统治哦，更不能接受，你懂吗？那种感受就更不一样哦，所以他能够再看到这个东晋的衣冠，好，那种感受，所以长安父老他这边就说的，就是说北方在金人统治之下的人，他们多么渴望看到我们回去，有这种意思嘛，对不对？那新亭的那个风景呢，这个典故就比较熟悉，《世说新语》里面很有名的典故嘛，新亭对泣的典故，有没有？就是在这个新亭呢，也叫做牢牢亭，就是在南京附近啊，就是东晋他们盖的一个亭，在南京的。每到那个天气很好的时候，这些南渡的文人啊、官员啊，他们就会到这个牢牢亭去，然后大家喝喝酒啊，然后就很感伤啊。文人都是这样啊，说风景不输啊，举目有山河之意，然后就流眼泪，有没有？风景还是很好啊。但是呢，山河毕竟不同了，然后就流眼泪。但是其中就有一个那个时候的宰相王导就大骂，就是觉得这些文人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？应该戮力王师要去反共复国啦，对不对？那你在那边哭哭啼啼像什么呢？这样子，所以就在那边骂他们这个王导。那所以这个也就是新亭风景这个典故，你看用的也很好，对不对？南宋这些人都是文人啊，而且大家都主张，就是偏安就好，对不对？称臣纳贡也没关系，只要能够苟安，所以大家就是都是填词啊、写文章啊、歌舞啊，然后就或者袖手谈心性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他这个骂的就是新亭风景。然后这个宜普诸人也是用桓温的典故，这个宜普就是王衍，王宜普也是王家。这个人哦，我觉得他的故事都可以写成小说。现在不是很多人可以从历史取材，我就写一个短篇哦，你可以写成一个小说。王衍他是西晋的，那个时候他不是东晋的。王宜普他这个人是怎么样说呢？他有那个晋书有王衍传，长得太漂亮了，是美男子中的美男子，非常漂亮，是现在那个什么，你可以把它当做那个什么视觉艺术哦，那种美人的典型哈，是男的哦，风姿娴雅，太漂亮了，而且不只是说风姿而已哦，神情明秀，你看明秀娴雅，而且清谈，他是清谈的名家，他讲那个老庄哈，那简直是讲得太深刻太厉害了。他不喜欢谈那个俗事、新闻啊、世事、时事，他都不喜欢谈，出口都是老庄。你要晓得，魏晋的人哦，他们常常用人的样子、举动、言谈来评价一个人，这是当时的风气，你知道吗？从东汉末年就是这样，所以长得丑的人哦，真的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，所以左思才那么可怜嘛，因为他就是样子很丑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为什么现在就是说救命不如救丑，有没有？现在不是说外科医生都已经练到那个总医住院总医师了，结果辞职台大的去做那个改行做美容整形的医生，因为赚的更多，赚的太多了，那你而且比较没有那个人家会告你什么医疗纠纷，比较没有，其实也是有，但是比较没有，所以现在叫做救命不如救丑。所以你看现在也是视觉的时代啊，对不对？那在魏晋那个时候就是这样，所以男的不是也要敷粉啊什么什么的，有没有？从魏晋南北朝南朝这几百年都是这样，所以品评人物啊，常常要看一个人的样子，他的风度，他的言谈举止，然后就给你一个评价，就这样。所以每个人都非常讲究这个，那这个天生跟后天都重要，你先天不好的话，后天再怎么样也补不起来嘛，对不对？那可是王衍呢，他又有学问，又有家世，样子又长得好看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当时连从皇帝开始大家都非常的称赞他。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，他讲话的时候常常拿着一个柱尾，有没有？就是一个佛尘啊，那个助尾清谈嘛，不是？
这个柱就是一个佛尘，那佛尘不是现我们的鸡毛掸那样，是非常高级的，你不要把它当，不要把它想成是，好，他拿着一个那个玉做的，结果他拿着一个玉做的那个佛尘，这样，因为讲话的时候这样挥的话可以增加气势，有没有？可是他的手跟那个玉分不出来，不知道什么地方是手，什么地方是玉。那男人哦，你看那个手真玉手哎，你看，漂亮的不得了，又白又有光泽，你看，好，其人如玉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可是我说他的故事呢，就是最后很凄凉。后来就是跟那个北方的胡人石勒打仗啊，石勒侵略啦，起兵啦，他们要打仗，因为他太有人望了，大家就共同推举他做元帅，哎，我觉得有点太神了，所以这就是民意投票的错误，对不对？他非常得到人望啊，所以大家都就让这个去做元帅，结果他就带兵去了，这种人能够带兵吗？所以轻谈误国就是这样，他很会，他口才好得不得了。我没有骂什么人，你可以想象我们现在的这些大官里面哪一个人口才最厉害，一天到晚跟人家辩论啊什么的，就是这种。可是实际上他一打当然就败了嘛，最后被石勒他们用一堵墙这样子推倒把他压死，所以死得很惨。这么漂亮的人，可是他临死的时候讲的话非常的足以警醒世人，你们可以看你们后面，这个可能在这边没有，要到那个他这边在，我是在204页的地方找到那个注里面，因为找这些注如果你要真的去找书太麻烦。204的话是也是在戴湖之事，有一首那个词他的，我看那个词牌名是什么，霍新郎，他的第一句是戏把军师说，霍新郎是把军师说，你们看是第几页，然后那个注就写得很详细，就写了王夷普的事。240，你看翻到后面这个注里面就写到王夷普的，他最后死的时候他说，呜呼，吾朝虽不如古人，相若不祖上扶须，戮力以匡天下，犹可不至今日。真是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了，对不对？他说我们难道真的比不上古人吗？我们也不是头脑比不上，对不对？能力比不上，其实就是因为以前太上虚浮了，都是在谈那个老庄，都是在谈论那个形而上的哲学的问题。所以哲学系的同学不用生气啦，其实那也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如果真的要打仗，哲学系是没有什么办法的，真的，就是说各有其用处啦，对不对？他说可是如果我们不是那么样的上虚浮的话，戮力以匡天下，大家以匡天下扶助天下当做我们的任务的话，戮力就是使尽全力，那有可不至今日，就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，然后紧跟着东晋和西晋就亡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王夷普的故事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这个水龙吟里面，他说那个桓温他那个时候就到了北边嘛，已经打到了灞水那边的时候，他登上一个亭子，高处望下去就很感伤啊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，王夷普这种人他真的是误了大家了，如今神州路程，其实王夷普他们这些轻谈之事要负很大的责任，意思就是这样。所以他把这三个典故你看看，长安父老，新亭风景，夷普诸人，然后再加上渡江天马蓝来，几人是金轮手呢？这些话全部可以用在南宋，没有一点不合的地方。所以这就是读书它能够运用自如，你知道吗？好，那现在我们把这些典故都讲过以后，我们现在把它练一遍，然后我们再来看。渡江天马蓝来，几人真是金轮手，长安父老，新亭风景，可怜依旧，夷普诸人，神州城路，几曾回首。下面就是我一直强调的，这就是稼轩的心事。
算平戎万里，功名本是真如是，公之否？所以这个是对那些朱熹那些或者那些清谈的人的一个当面的反击。谁说真如的真正的纯如真如，就是不谈这些功名之事，都是要谈道德啊，谈这些形而上的东西，立德啊什么才是最高的？啊，谁告诉你的？算平戎万里，功名本是真如是，能够建功立业才是真正的儒者，你们知道吗？这就是稼轩，这是他稼轩的平生的心事，这是真正的稼轩。所以跟一般的文人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。况有文章山斗，对铜印满庭轻奏，当年堕地而今试看，风云奔走，绿野烽烟，平泉草木，洞山歌酒，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，为先生寿。最后才落实到祝寿，你看整首词，你看跟他写给他太太的完全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你看最后才点到是祝寿，我们就把它再讲一遍。他最后是举了三个宰相来捧这个韩南健，这三个宰相，当然韩无咎并没有做到宰相，他只是做到吏部尚书，但是呢，因为他的家世，他的文章，他的那个功业，他把他提高，把他 捧他。三个宰相，那个绿野烽烟就是说的裴度，就是你们刚好就在这首的前面，有没有？前面有一个注绿野先生，是不是你们跟我的一不一样？前面一首的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绿野先生？有没有？你们前面一首是不是临江仙？哦，惨了。那你们看临江仙，风雨吹春寒食尽，前一页哈，好，一四三，一四三的那个注里面就有绿野先生，就是裴度，这是跟白居易他们同时的，他是一个宰相，这个后来也就是看到宦官当权很灰心，也就隐退了，所以这个一个是裴度，然后平泉草木说的是李德裕，就是牛李党争那个李这一派的首领，李派的首领李德裕也是做过宰相的。然后东山歌酒就是谢安石，就谢安呐、那是很有名的，对不对？谢东山隐居在东山的那个哈谢安，所以用三个宰相，而这三个宰相的共同点呢，都是他们有建功立业，击败那个造反的人呐、什么的胡人呐、然后再隐退的，所以非常的就是说他对韩南健是非常的推重这样子。那韩南健的家世这边说同音。就是他是北方颍川这边的颍川韩氏，这个韩家那个时候都讲门第啦，我们现在根本没有的话，那个韩家有两支，一个是颍川，一个是相州，相州韩氏，颍川韩氏。那这个颍川韩氏呢，他们跟 这个同样的韩家不同的地方，就是颍川韩氏他们家那个老家他们种了一大片的梧桐树，所以夏天那个桐荫非常的有名，所以后来南渡以后，这个韩无咎他写一个文集，还是叫做《桐荫清奏集》，怀念他的家老家是一片的梧桐树，跟那个相州的韩氏不一样，相州韩氏家没有梧桐树，所以讲到梧桐的韩家就是这个。现在人都不讲究这种了，可是古人很讲究啊，你看看像唐朝那个五姓之女，有没有五姓？那个是非常非常的那个，不知道是谁说的，他平生的一个大官哦，他平生有三大汉室，一个就是不是从进士及第起家的，一个是没有娶到五姓的女儿做妻子，没有娶到，第三个是没有让他去修国史，修国史的时候没有选到他，平生三大汉室，而且这五姓女你知道吗？连皇帝要娶他们家的女儿也都不一定娶得到。这个是从那个南北朝下来，就是南朝下来，像王谢之家，这些女儿都是那皇帝要娶的话都不一定哦，他们都不一定要嫁的，所以门第之那个高那是没有话讲。那个我们现在民主的时代，你完全不能了解。
像那个你如果有一点歧视的意思，马上会被人家骂死。不过心里怎么想就不知道。那古代那种阶级啊、门第哦，全世界都是一样，在古代，所以这是民主的一个突破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这个门第，所以他说他同音轻奏，你看对同音满庭轻奏，对，好。那现在这样子的话，整首词都会很清楚了。你看渡江天马蓝来，司马氏渡江，那他们南宋高宗渡江，对不对？好像是天马蓝来，好。可是这一大群的达官贵人渡江而来以后，几人真是金轮手呢？其中一大群的人，真正有几个人可以担当这个大难呢？国家如此危难的时候，有几个人真有金轮之手、巾帼帷幄之手？几个人能够呢？尸位素餐的一大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他你看骂人都不带脏字，这最厉害，你知道吗？好，你看这一句话就骂倒了很多人呢、啊。几人真是金轮手？长安父老，看看北边的长安父老，还在盼望王师能够回去，对不对？那可是大家只会心停风景，在那边哭哭啼啼，对不对？只会在那边感伤，可怜依旧，所以只是可怜的流泪有什么用呢？他用那个王导的意思，等于是在骂他们，应该戮力王师啊，哦，戮力王室啊，把天下的事放在心里啊，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哦，真的像那个谁骂的，桓温骂的，以朴诸人，当年清谈误国的那些人，神州沉陆，整个神州大好河山沉下去了，对，几曾回首？他们有回头反省一下吗？王衍还在死的时候反省了一下，这些人把国家亡掉，他们有反省吗？所以就是这样骂下去，而且呢，光是在还说朱熹是魏学啦，什么魏什么的魏党啦，这样子，对，难道没有想到？真正想想看，儒家是要做什么的？儒家不是只是在辩论这些，哦，谁是正统，谁是伪学啦？功名本是真如是，君知否？平戎万里，能够把敌人打败，把万里河山收复过来，这才是儒者真正的事业。你们知道吗？这个就是稼轩，所以我说他是英雄词客，没有一个词人是这样的，只有辛稼轩。而且他不是空谈，他的确是有能力可以做到的，因为他曾经做过，而且他每一次出任一个官员，他都是努力的把那个事情做好，他绝对不是谈空话的人。所以然后下面一片转过来就在说这个韩兰剑了，况有文章三斗，这个前面的这一段话其实就是他跟韩兰剑共同的志业，他们共同的心愿，所以他说，何况不只是功名哦，事业哦，你哦是文章三斗，文章泰山北斗，这本来是说韩愈的，哦，这因为他又姓韩，所以用韩愈来比喻他，哦，那这个韩兰剑一定高兴死了，对不对？哦，韩兰剑，你看跟韩愈同姓啊，可是，在文学史的地位当然比不上韩愈了。但他现在因为同姓，他就把他捧在这边哈，哦，说是泰山北斗，是文章的话，比起文章来，你也是泰山北斗。对同音满庭轻奏，把他的家世也带上一笔。哦，你的文集叫做《同音轻奏集》，然后想到你们家哦，片植梧桐，哦，一片龙音那样子的情景，真是家世非常的清华高贵，哦，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，因为是生日嘛，你当年出生的时候没有想到你如今可以有这样子的成就吧，你看风云奔走就是风云际会了，有这样子的成就，对不对？他就说有四功有文章，当然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比喻三个贤能的宰相，一个是绿野隐居在那个绿野堂的裴度，一个是隐居在平泉的李德裕，平泉堂那个更厉害，他是在洛阳，这两个地方都在洛阳，一个是在洛阳的郊外，绿野堂在洛阳的郊外，那个平泉就在洛阳的城内，后建了一个好漂亮，这个李德裕，哦，真是非常的浪费，他建了一个好华丽的那个
平泉堂，然后呢那些大官都来拍他，送知道他喜欢那个奇花异草，所以哦那个草木都非常的珍奇，然后还送很多的鸟啊，让他可以听那个鸟的叫声，然后送他很多那个珍贵的玩物，所以哦那个平泉堂去了一遍，人家觉得好像到了天宫一样，所以是这样，平泉草木，那的草木都是珍奇的嘛。然后东山歌酒就是谢安，谢安他在没有出山之前，跟他 出山然后隐居，他都非常的高调。没有出山以前不是吗？让人家来请他，如果不出来，天下苍生怎么办呢？所以谢东山只好出来了。然后呢，他后来隐居的时候，也不是很淡泊的隐居哦，隐居常常举行宴会喝酒，而且每次都招了一大堆的歌妓，就是那种妓女啦，陪着他。那人家就说，那你现在天下苍生呢？他说，东山妓女也是苍生之一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所以这些话你看看。我记得我老师台静龙老师有写过一个对联，所以现在讲到这里就刚好，你看，因为非常的特别风流，所以我就把它记住了。看陶渊明那个时候，不是他做那个县令的时候，对彭泽县令的时候，他知道他们家里面没有人做劳动的工作，没有就是老弱妇孺啦，所以就派了一个等于是说少年的小孩去他们家当做那个劳工啦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写一封信给他的家人说：“彼以人子也，当善待之。”这也是人家的小孩哦。你们要好好的照顾他，不要把他当作奴工来欺负，彼以人子也。所以历里是陶渊明隐居他的老家嘛，西同这个小孩可能是那种少数民族的还是什么，搞不清楚了，所以这句话就很有名。所以他就你看历里西同也是 别人的小孩，你看这种用天下苍生都在照顾那种意思。但是后面他对了这句东山妓女也就是苍生，对我非常工整，可是意思完全好，所以看你要怎么解释。所以这个对联有的时候很有趣，你知道吗？对我太工整了，每一个字的词性都是对的。他那时候那这个对联不知道是送给谁的，不是送给我的，就小小的，只是我看到我就觉得好好玩了，就这样。所以东山歌酒嘛，就是歌就是。带着这些歌妓啊女孩子，所以东山歌酒，所以用这三个宰相，而且这三个宰相都是有建立了功业之后再隐退的。所以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，为先生寿，所以最后还是养起来。我希望等到以后今年过完生日了，明年后年的生日，我们能够把乾坤的事都整顿好，再来给你好好的祝寿。不过这个愿望从来没有达成，在三年这个韩武舅就死了。所以这首词你说是祝寿的词吗？其实是稼轩在说他的心事。恋平戎万里，功名本是真如是，君知否。这真是对那些谈风月的文人的当头棒喝，你们想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就看这个生渣子，因为这种比较容易练啊。这个语言呢，就是他带湖附近的风景，而且语言这边最特别的就是稼轩说，他在这边发现一块大石头，大石头呢长长的巨石，有多长呢？有30几丈长，天然的一块大石头，像一条大龙，而且很怪异。所以他就每次常常来看这块大石头，而且特别替这大石头写了一首词，就是叫山鬼谣。山鬼谣就是摸鱼儿，他把它改名字叫山鬼谣，大家觉得摸鱼儿这个词牌跟这个怪石头不太配，他把它改成叫山鬼谣，调子完全一样，好，这样子为这个石头。所以他在这边就这个语言这个地方，好，所以他接连写了好几首。那溪边照影行你看，就这边有一条非常干净清澈的溪水，他一个人在这里玩，他就写，所以山水真的是他非常非常情深的对象。我觉得他对女人绝对不如对山水这么爱，他真的很爱山水。溪边照影行，天在清溪底，
天上有行云，人在行云里，高歌谁和于，空谷清音起，飞鬼亦飞仙，一曲桃花水。桃花水就是二月三月的水，叫做桃花水，因为常常有桃花飘落。好，所以你看他说这个水的干净，从这边西边照影行，照着影子在西边走，就天在清溪底，天就在清溪的里面。所以呢，下面就是看那个投影啊，天上有行云，人在行云里，这完全是溪中的天的投影了。怎么可以人在行云里呢？因为你是在看溪中的投影，溪太干净了，整个天都映在水里，纤毫毕现，天上的云也映在水里，你在溪边这样走，好像你就是在云中走一样，你看水的干净。所以我以前看过一首现代诗哦，他说在平湖我们不用抬头看天，意思就跟这个一样，这一片平湖啦，在平湖我们看天，我们不用抬头，不用抬头看天，你低头就可以看天了，因为湖里的天跟天上的天完全一模一样，那是要多么干净的水啊！现在要找到这么干净的水真不容易，要走很远的路，要浪费很多的汽油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你随时看到的水都蛮脏的，人是最大的污染源啊。对，有一个那个空中摄影家，今天在报纸上说，就是用飞机照相的高手，他就人家问他台湾什么地方风景最好呢？他说没有人的地方最好，人就是会把那个空风景污染掉，所以真的是人是杀杀杀杀杀，那个黄巢说的好，人是该杀的，七杀得，有没有？所以他说天上有行云，人在行云里，然后下面呢，高歌谁和于，看到这样的风景他一个人就放声高歌，可是有谁来和我呢？他是独游的人，没有人和他，空谷清音起，只有空谷中有回音，你看这就是回声嘛，非常清静清澈美丽，孤独的 游玩，这就是稼轩最喜欢的，他非常会安顿他自己，他不会因为寂寞，他最多就是上有古人，所有读过的书啊，那些人全部都来他的心中，所以你看高歌谁来和我呢，没有关系，空谷清音起，有回音来了，非鬼亦非仙，和我的不是鬼也不是仙啊，一曲桃花水，看着眼前桃花落的水，水中有那个回音传过来，所以你看好像一幻一真，有没有？整个诗 整首词我觉得写得非常的美，这首词非常美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哈。那还有两次哈，你们如果有问题什么的，随时要问哦，把握时间哈，这样子。